大家好，我是两万五少年。哦，今仔日无出去佚佗，但是因为车这个月拢无去啊，拢无甲发动，所以讲就出来溜溜的，顺便甲加一下油咧。即马应该大家拢在等后礼拜会当避解封啊，对无？啊，毋过即马台湾社会出现一个真奇怪的状况，就是讲会当注意风险的老人无要住，讲 A Z 发牌敢若拍牌风险，啊，大家咧抢迄个 B N T， 但是讲实在，千万毋通去电视新闻给好便宜啊！啊，为什么我安尼讲呢？因为即阵啊，阮爸嘛是同款哦，会当约，会当去注意风险，但是一开始就底下咧吵讲啊，注意风险会安怎啦？哦，啊，而且伊个讲啊，佮真济人是安尼想的，我要出门就好啊，我要出门就安全啊。但是这个世界不是安尼啦，尤其是这个病情，这个病毒，不是讲你无出去佚佗，哦，你无甲人接触，你就真正规个人就安全的。最近新闻啊，即几工啊，因为一开始的时阵，大家都惊嘛，讲哦，注意风险会出代志哦，会命会碰见，所以讲一直报道，一直报道。为什么因一直报道？因为愈惊的代志，大家愈爱看，大家愈要看，愈要知影到底是安怎。啊，不过这个代志，注意风险失去这个代志，到尾啊，真相是啥物？其实新闻。报价像正常吼，报价风险真大。即个风险有讲啊，应该活到77岁，注意风险了死亡的人，拢证明甲注意风险是无关系。所以讲，吼厝内面若是有老人，伊风险注意了会安怎？即、這个新闻，即、這个代志，拜托，因莫去看。是咱做少年仔，就是有这个责任嘛。因为老人较无法度分辨讲这是真诶也假，所以讲咱少年仔就有这个责任，甲真实的状况讲互因听。莫搁伫遐讲啥物哦，老人注意风险会安怎？这真正是一个不实的消息，袂当讲是一个假，因为这全世界拢当咧研究，拢也叫咧研究，但是无一个确定的结论出来。所以讲，若是讲会当注意风险的人，就紧去注意的。而且搁有老人伫遐咧吵讲，啊无啊，伊这个保护咧较低啊，较差。啊，毋过你看，这英国六月研究 ，A Z 头一针注落，保护好咧，就差不多我一成啊。比 B N T 头一针注落，搁较悬吼、哦。看这个真清楚啊。而且两针拢个注落了后，其实 A Z 甲 B N T 的保护咧是差不多的。真正大家免伫遐哦，伫遐咧传讲啥物哦，像啥物啥物白注的预防性较好吼。哦什么预防性白素较歹，对啦，可能即马全世界认同的，就是中国的预防性效果较歹，但是台湾就无可能输着中国的嘛。所以讲哦，我是感觉预防性的拍数，就甲以前讲的同款，预防性的拍数爱愈悬，台湾才有可能愈早转去较早的生活。无那是继续安尼，会当输的人卖输，啊无法度输的人伫遐等落，像咱这种少年的，我都想要输的，但是咱阁无法度输吼。你阿咧讲讲，我等，刚刚唔知道当时，而且这個变成了病毒，就是讲，唔来对老人造成伤害，嘛对少年啊造成伤害真大哦。而且啊，预防下这物件就是安尼嘛，你住落就有保护力，你若有保护力，你唔拿保护你家己，你嘛保护你身躯边的人。阮爸就讲啊，阮爸讲啊，我就卖出去就好啊，我卖出去跟卖家人接触，我就无代志啊。但是干嘛呢？你莫甲人接触，啊像我这种无法度注意风险的人，我就嘛无法度等伊啊，我嘛无法度等看因啊，我要注意其他生活无法度啊，对无？好啦，你着确定，就算讲好，我有确定我即阵仔拢会出门，啊你总有一天会出门啊，你囡仔会等伊嘛，你的孙会等伊嘛，对无？注意风险，唔那是保护你家己啊，嘛是保护你身躯边的人啊。安尼想啊，可能你对较早的生活有较困难一寡，因为即个疫情即摆全世界，尤其是德尔塔即个病毒，吼、哦，全世界拢同款，有原个咧爆发。啊，毋过真侪国家就是因为预防性注意有够，所以讲化病的人多，但是死亡的人开始愈来愈少啊。希望大家拢会当进去注意预防性，会当等于较早迄种。自由自在生活的日子啦，好，安尼今日就先谈到这，我是两猫人，再会。